红盘啊、哦，完成！呜、哦，他怎么那么快？等一下，什么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航，今天我们来玩极速领域，对，差点讲成极速穿梭啊，人要比车凶，差点讲错了。然后呢，我已经稍微玩了一下下，那我现在呢，还是一样照他的任务走。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拍摄一下这个游戏啊，上次有观众想看我玩吗？来，我们先训练一下啊，技巧教学，他要教我双喷的技巧，还要先看影片哦，哇，可以不要看吗？好哦，我直接按叉叉。技巧需要勤加练习，赛车手。好哦 ，OK， 我们来训练一下好了，双喷是不是？好，完成三次双喷，来看一下有什么，这什么技巧？双喷技巧，来，双喷怎么按？是这样吗？这样就一次了。好，我还撞墙，超级不会玩这游戏，这样子。哎呦，又撞到，这双喷好难啊。哎，有啦，完成了啊！左上角可以主动结束，左上角是哪里？哦，这里。就这样子，好哦。我现在只是在解任务而已。哦哦，这个过场图，每一次看都觉得有点小兴奋啊！不训练了，我们直接上战场。永久 A 车黑夜传说，也太煞气了吧！哦，手厨送永久啊！手游总是会出现这种奇怪的东西啊！随便啦，我们现在就直接来。个人竞速啊，出外靠自己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开始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有没有妹子可以加、啊？你看，我就是个妹子啊，我就是个超正的妹子啊。等下会不会有很多人加我好友啊？天哪、啊欸，他们有些人的车子挺炫炮的、欸。开场氮气喷下去，这游戏真的跟以前的跑跑卡丁车感觉很像啊。这关。稍微有玩过几次，随便玩一下啊，反正我是综艺咖，我们不是技术台，技术台不要看我的台，各位，我们是在搞笑的啊！错啊错，真的搞笑了哇！啊，可恶，这两个人好快啊，这个人也好快，来，大家嘿嘿，有一个人走下面去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上面才是捷径吗？奇怪啦，这怎么回事？来甩个尾，哎呦，撞我一下，哇，这个游戏。好啊，这些玩家真的是有点猛啊！哎、欸，不要挡，不要挡，慢挡，慢挡！哎，有氮气就喷啊，不要演，不要演！哦呦，这边还有东西可以挡住，对吧、啊？我之前有玩过几次这一关，虽然还不是很熟。现在有一颗氮气，先不要喷。来 ，CWW 喷！快追到他了，快追到了！再来，哇、哦，他好快哦，这家伙！这游戏有几圈啊？三圈还两圈的样子，我不太清楚。哦，他好快，永远追不到他是怎样？再来，我就不信啊，我就不信！哎呦呦呦呦呦，这里，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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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母汤母汤母汤！不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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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有几圈啊？天啊！狂喷啊、哦！完成！呜、哦，他怎么那么快？等一下，什么？我现在输给他？哎、欸，我刚不是在他前面吗？我一瞬间被超过！哎呀，好不爽啊！输给了这个悲翔八告啊，差他一点点，最后一个弯被超过。万年老二，原来在这个游戏也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本场最炫，哦哦，好炫炮、哦、这个！来啊，不让了，不让了！这关是什么关？这关好像是，哎，好像是中国城，是不是？是这一关吗？我真的不太熟啊。哎，直直开顶了他，来想超车没门啊！想超车我顶着你，哎哎，你想超过我？我们现在 hold 住第一名啊，一直保持领先，阿航选手。哎，偷甩一下，林小姐偷甩一下啊！在我面前偷甩一下，他是不是要再偷甩了？哎哎哎，被卡住！我糟糕，速度被拖到，哇塞！出弯再来喷氮气，直线就让他直直的跑。
我也不知道这游戏的技巧是什么，就随便按了，靠直觉在按的啦。摁起来 ，CWW， 保持不开氮气的精神，可以的。感觉这游戏前面的地图都还蛮简单的，没什么太大难度。我觉得后期这游戏的地图应该好像蛮难的。随便了，我们今天就稍微小小试拍一下而已。哎，第一名啦，有没有？1分48秒新纪录，喷射29次，漂移13次。你看我这个，哦，有一个人漂移72次是怎样？太猛了吧！金牌老司机这个人的名字挺逗的。哇，好炫炮哦！有些人玩家怎么还有羽毛啊？好猛哦！这个游戏的背景因为它是有版权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播放。我在后置的时候呢，都会另外放上我们自己的歌，所以就不是大家平常听到在游戏里面的歌了。哎，这个人的车子为什么奇怪？感觉好像比我快。我们不是开同一台车？哎，挡住你！哎，挡住你！哎，大屁股阿航有没有听过啊？大屁股传说。哎，在挡！哎，我在挡，怎么样啊？一直挡你，他应该恨死我了。哎，一怒之下，金牌老司机喷射了。老司机，来带我。卡着他。再卡住他，前面有一个 U 弯哈，我们出弯的时候喷射氮气。哎呀，转，糟糕啊，撞上！哇，糟糕，这边要喷一下，妹子别挡，有了出弯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空喷啊，连续喷，这边就是连续喷、落地喷什么的，乱喷一通，乱喷一通哎、欸，这游戏。哎呦，差点撞到！哎呦，我应该稳稳的第一名吧？应该吧？应该不会有人追过我吧？我现在是两颗氮气，是不是？那我等下出关就可以直接喷。哎呦，没喷到！这游戏让我怀念起当初玩跑跑卡丁车的感觉了。随便喷一下好了，随便喷啊，反正那么多气，不喷白不喷。哎，甩一下，甩过来，喷，哦，喷的好烂，啊，撞到，啊，算了，反正我应该第一名。这游戏好像都是两圈的哦，直接轻轻松松击败了金牌老司机，得得，耶，失误撞停0次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游戏蛮适合开实况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玩的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这样录影好干啊，下次找个时间来开台玩一下好了。持续的保持我们的第一名啊！我不想再当老二了。这个车手真棒，单局结束后点赞2次，点赞是要点赞别人是不是？好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们排这个，等一下看到哪一个妹子，我们帮她点个赞好不好？我只点妹子赞啊，我玩游戏我还点棒子赞，我是傻逼是不是？看看什么天欧奈雨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是妹子啊。有朱林小雪，这他们这性别不准吧？应该要看 ID 吧？好，反正要点赞2次。我是为了解任务才点赞，不是为了妹子才点赞的。OK， 又是金字塔，又是这一关，直得开，不要挡，谢谢。啊，没按到，糟糕，没按到。哎，不要撞啊！这游戏的人怎么那么爱撞人呢、啊？横起来。然后去上面吃这个捷径，吃，飞起来！哎，糟糕，我飞得有点歪。哎，好快啊、哦，他们好快！我遇到对手了，刚刚都是爽第一名，哎，这家伙怎么一直挡在我这里？挡下 ，CW 喷没有喷好，落地喷。哇，这几个人好快哦！我觉得我这一把第一名的位置不太妙，真的很快，他们快跑！啊，糟糕，失误！他们有点猛啊！快！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走右边比较快啊？是我错觉吗？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吧？
有点紧张哦，他们跟得好紧，他们跟前几场对手不太一样，是不是系统发现我一直赢，然后就给了我比较强的路人？不要这样子啊，我也是新手啊！打过去啊，撞到了，转踩右边，有点紧张，现在有点紧张，不要再被超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再当万年老二了，不要这样子。OK，Yes，哎，第一名吧，我刚刚怎么一瞬间看到我排名到第二？没吧，没吧，啊、哦，有第一名，第一名。来啊，我要帮玩家点赞，我们要当个友善的玩家。来，我看一下，点个赞是不是？天欧奈雨赞下去。还有谁？林小雪，给他按个赞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按个赞了。好了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有观众在下面留言说什么哦，阿航都只按妹子赞什么的，真的是获得成就，没人比我快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小小试玩就差不多玩到这边。如果你有在玩这款游戏的话，就欢迎大家加我好友啊，不要再问我 ID 是什么了，我的 ID 就在左上方了，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啊。那如果有空的话呢，我可能会开个实况来玩一下这款游戏，跟大家一起同乐一下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极速领域呢就做到这边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次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其他的 AP 粉丝按赞，更重要是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